快快乐乐。还有八卦，我们现在在幸福之国大饭店。还有八卦，我们来到这个叫什么？卡乐次元。卡乐次元的地方，这边是一个由亲子游戏空间，乐乐整个玩疯了，对不对？哎呦呦，你喜欢这边吗？准备去 SPA 玩了，那爸妈也舟车劳顿，所以刚睡了一觉。120公分以下的小孩只能来这一区小孩戏水区，所以如果你有带小小孩的话，这个部分比较好。